知道吗？我就听我叔叔阿姨哥姐们说的话，知道吧？我不听别人的，我就听你们的，行不行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行不行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以后你做多着的米，多找点米再感谢。哎呀，不要买皮带。对呀，我也觉得不适合，知道吧？应该由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买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阿紫呢？我不认识啊，家人们，我没有姐姐啊，你们说的谁我不认识啊。我只有一个哥哥。为什么姐姐来公司了没有？为什么姐姐还没有来公司呢？那个为什么姐姐她应该过两天来吧？现在还没有来公司啊，家人们，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我们也不怎么熟，知道吧？我是看了那天的 PK 我才知道，那个啥的，因为我之前也在快手上啊，也在抖音上那个啥嘛，对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还在忘恩负义？哎呀，我忘恩什么负义呀？真的是，你问我忘恩什么负义了，我直接无语了。不懂就不用乱说，行不行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可以不要乱说。我谢谢你，知道吧？我希望你做一个正能量的人，知道吧？你在这里骂我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也不正能量，知道吗？你也就只会在直播间里面怼我，说我。我忘恩负义，我忘恩负义的话，我演坏人的话，我演坏人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要。你们说我忘恩负义，知道不？我也不生气呀，知道吧？我也没必要对这种人生气，知道吗？没有素质的人，知道吗？叔叔一个钱吗？有些人是真的没有素质的，知道吧？你越说他会越来劲，知道吧？上人上人，是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上人，咱上一波人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咱没分享直播间的，给阿木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感谢大家啊，家人们，感谢。我自私怎么的？我自私的话。我自私的话，我就真的那种了，知道吧，叔叔阿哥姐们。那个真相群，对呀，你们不知道真相，你们就去加那个真相群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你们觉得我忘恩负义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没关系，我只做我自己。我觉得我以后怎么说呢，我以后好好的感恩易老板就行了。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谁帮助我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知道吗，叔叔一个姐们。在一个最困难的时候，知道吧，叔叔一个姐们，谁对我最好，我心里面清楚的很。我没有什么姐姐，知道吧？我呢，我家里面的人呢对我也不是很好，我也没有什么靠山，我家里面也不是很富贵，但是呢我心是善良的就对了，家人们。我做人呢，我觉得怎么样也好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我对不起的就是易老板，因为我骂了他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因为我骂了易老板，知道吗？我没有对不起谁，知道吗？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有对不起谁，知道吧？现在易老板困难，那大家一起度过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哥姐们？哎，谁呀？哎，莫。哎，怎么了？你饿了没有啊？我不饿呀。我吃了面，我今天吃了面。我看见了，我那会儿看见吃了个面，我觉得这会儿应该饿了，我给你点了个外卖。
干嘛给我点外卖呀、啊？我给你点个外卖，我刚好我也没吃。我不饿的。不是，我点外卖你吃吧。哎呀，今天骂人的多不多？骂人的还是挺多。他要是喜欢骂人来喊我来，我跟你讲，我就喜欢怼人了。你干嘛还给我点个外卖？我不饿的。你就吃了个泡面，你肯定没吃饱，你先吃着吧。哎呀，我吃泡面我就吃饱了，你就不要给我买了。这一夜长着呢，一夜早着呢，你晚上睡不着觉。我晚上睡得着。到晚上肯定会饿。家人们，你们看，你总他给我点了外卖，你其实不用给我买的，知道吧？我也没吃，我就顺便点了两份，你吃吧，没事。嗯，有准备又准备卖货。你看今天卖不卖，我就啪啪打你的脸，我今天我就不卖，气死你。阿姨懂事了，小李总买我今天就不卖，我今天就不卖。我要是家人们，对小李总像哥哥一样，谢谢小李总。对呀，你看我又欠了人家人情，知道吗？家人们真的很感谢身边的人对我都挺好的。手怎么了？手受伤了，家人们。刚才签那个瓜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，家人们。嗯，好吃。小妮总真贴心，对呀，好天气家人们，他给我买了饭。阿英身体健康最重要，谢谢你们的关心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觉得我现在能省一点我就省一点，因为家里面也需要米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把我所有的叔叔阿姨给我的那些礼物啊什么的，我都给，因为你们给我刷礼物，我也能得到一些钱，但是我都打给家里面的人补贴，知道吗？因为家里面也要生活，我弟弟妹妹，我也不能让我弟弟妹妹饿着，对不对？你们说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所以呢，我也很感谢叔叔阿哥姐们，真的，我很感谢你们对阿姨莫的支持，不是欠人情，互相照顾，以后我好起来的，我不会忘记的，家人们。谢谢干妈，谢谢干妈送出的那个礼炮，谢谢礼花筒。阿姨，你这么小就承受这么大压力，我挺心疼你的，没关系的，会好起来的。我现在还要就是凑那个我妹妹的那个升那个学费呢，家人们。谢谢送出的礼物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对爱莫的支持。你们说我赚钱，我直播赚钱怎么怎么样的，其实我直播不赚钱，知道吧？其实我直播不赚钱的，你们一个墨镜呢10块钱，那个你给我刷10块钱，对不对？我包兜里面收到的是5块钱，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，只是你们不懂，而且我都没有用，说实话，真的，我来公司一个月了，我看到你们有些人也认可我，给我刷了礼物，这你们给我刷的礼物我一分钱都没有用，我都是给家里面补贴用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只想给弟弟妹妹好的一些生活，知道吧？不想让他们也。不想让他们在外面担，在家里面担心我，我怕我弟弟妹妹会有那种，会有怎么说呢？弟弟妹妹还小嘛，他们会想家里面也没什么钱，就不读书了，怎么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平，你们说平，阿姨，那你回去了。阿姨懂事，谢谢干妈，谢谢干妈夸奖。谢谢我干爹干妈们，真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从来不骗你们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也不会骗你们。我今年才那种，我今年才洗白了那么一点点，知道吧？这是抖音平台收一半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抖音平台也要赚米，因为他也给了我们一个这样子的平台，让我们相识，让我们认识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哥姐们，让我们有缘分，知道吧？对啊，是抖爸爸收的，家人们。妈妈来会好起来的，我也相信会好起来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谢谢你们，家人们，我谢谢你们对爱慕的支持，我真的很感谢你们，家人们。
对呀、啊，别人不了解，就会觉得老板那一半其实没有，知道吧？你们说我直播赚钱，你们看有几个叔叔阿姨给我刷礼物，你们也知道，对不对？从以前到现在，你们也清清楚楚的，你们也是看过来的。以前骂我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给我刷礼物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是不赚钱的，家人们。你们也有些的叔叔，有些叔叔阿姨说：“哎，莫你怎么天天穿这个衣服？”因为我也没有多少衣服了，知道吗？我也没有什么多少衣服。我呢，我回去了，我就会洗衣服，第二天干了，我就会穿这样子的，知道吧？换着穿，因为我也没有多少的衣服。你们也看到了，来这里一个月了，我每天都穿那些衣服，对不对？你还年轻会好起来的，谢谢你们对爱慕的支持，家人们。上次反正一个礼拜不洗头的，对呀，哎呀，没关系，会好起来的。感谢用户 V18 阿姨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给爱慕送的花环，谢谢你们，叔叔阿姨，亲们。说实话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，知道吧？我来这里，我的鞋子都是，我也不会去攀比，知道吗？衣服呢，嗯，有些黑粉说，哎呀，你穷，你怎么怎么样，每天衣服就只穿这个那个的，但是无所谓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姨们，我觉得无所谓，知道吧？因为，对不对？我又没有偷，没有抢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衣服穿，那我可以洗着穿。虽然我每天都穿那几件衣服，但是我洗着穿，我觉得干净就行了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因为我也舍不得给自己用，知道吧？我现在家里面也需要，我能省一点我就能省一点。谢谢华华送出的那个，谢谢华华阿姨送出的那个龙抬头，谢谢。对呀，只要干净就行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家人们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觉得干净就行了，我也不攀比，我也不攀比，知道吧？我也不会去攀比，因为衣服嘛，没有破，洗了就可以穿，干净就行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你们说是不是？你心术不正，你觉得我心术不正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是什么，那就是什么。阿姨吃饭没有菜吗？有一个。本来我今天是吃了面的，我都不饿的，知道吧？但是李总好心，李总真的很善良，他帮我也点了一份，他自己没有吃饭，他还帮我也点了一份。阿姨越来越可爱了，谢谢你们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我会好好努力的，马上要过火把节了。我妈妈的电话号码也是我前几天欠费了，也是我交了，也是我交的，叔叔爱客钱吗？知道吧？也是我交的，我交了，因为我妈妈的电话号码也是我交的嘛，我自己的电话号码也有两个。然后我也要交自己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每天吃，我算一下，每天吃一碗面15块钱嘛。一碗面15块钱，对不对？一个月下来生活费还是有些，还是那个啥，粉丝都来支持你，谢谢。我还是能存一点，对不对？然后给弟弟妹妹买衣服穿嘛，我妹妹要读初中了，我要多买点衣服给她穿，知道吗？我弟弟妹妹马上要读书了，7月份过后没过几天就读书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得
省一点钱，知道吗？欢迎家人们，欢迎家人们加入爱慕直播间啊！家人们，你们喜欢爱慕的呢，可以给爱慕点个粉丝灯牌，也可以给爱慕点个关注。我呢，从小都是从大山里面出来的一个女孩子，我什么活都干过，我背羊屎，我背羊屎、牛屎、猪屎，这些我都干过，知道吧？说实话，真的。主播晚上好啊，干爸爸喜欢你，爱你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可以给阿木点个粉丝灯牌啊、哦！那个干爸爸可以给阿木点个粉丝灯牌，谢谢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会看到好多的叔叔阿姨喜欢阿木的，前面就会点出一个那个，知道吧？就会出现一个830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我不能说啊，你们也不要给我发什么红包，知道吧？给自己用，知道吗？你们给自己用，家人们。你们给我发红包，我是不会用，我是不会要的。易老板，17号就要过生日了，说出来干什么？我还在想着给他送什么礼物呢。老板过生日了，对不对？说出来干什么？朱姐，你太好了。朱姐是我干妈，说出来干什么？是我认的干妈，知道吧？朱姐是阿姨默认的干妈，再跟你们说一下。但是你们也像我干妈一样了。所有的叔叔阿姨都像我阿姨默的干妈一样，知道吗？姨说好送个蛋糕了。好的，叔叔阿哥姐们，就像你们说的一样吧。我听你们的，知道吧？我听你们的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我吃的是青椒肉丝盖饭，知道吧？还是挺好吃的。珍姐已经走了。张阿姨已经走了，公司共吃。家人们，你们帮艾莫点点赞啊！还有过火把节的时候，艾莫可以给你们拍很热闹的那个火把节的那个过程，火把节是怎么过的，给你们看好不好？叔叔哥姐们，行不行啊？家们行的话在公屏上打一个行字，家们给你们看看我们民族是怎么过火把节的，好吧家人们。行是吗？那一幕就给你们看。那个群阿姨不用了，谢谢你们，不用捐什么了，谢谢你们的好心好意，阿姨莫都尽在心里面，希望你们健健康康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的。粉丝们有时间大家一起约乐上玩，对，有时间你们可以来乐上玩，家人们。
后